拍 MV， 我谂住自己行街，唔系呢个机会都唔俾我嘛？我嘅任务系俾蔡一杰一个惊喜，蔡一杰咩都有噶咯，俾咩惊喜佢啊？买嘢一定唔使旨意啦，惊喜谂到啦，呢个惊喜吓死佢啊！得，应该做得切，应该做得到，冇问题。 就凭我喺东京识人，话做就做啊！哎呀，我谂起都刺激啊，正啊！去去啊，搵啊！あのすごい、かっこいい、啊，喂，wonderful、好叻。 これ、これ。ああ、すごい。遠く道は記す、星は消えない。わり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で。 Let's go with this. Sir，你喺边啊？Sir，你而家喺边度啊？我咪喺涉谷道等紧你咯。你而家系咪企喺涉谷嗰个八支公嗰边嗰个出口嗰个马路嗰度啊？系啊。得得，嗱，我好快到，你企多一阵，我一阵间就会喺马路嗰度咧，就会搣你噶啦，好冇？系咩？你唔好唔好 shopping 点解你会咁迟嘅啫？第一，我系啊，我头先咧拣群咧，咁啊谂住试咗试耐咗，唔好意思啊，嚟紧啊，跑紧嚟噶啦，同埋我退税啊嘛，头先。你咪脚短跑得慢啊！<笑>跑咁慢嘅。得啦，我赶紧嚟啦，好热啦，呢度知道我嚟紧啦，你等等我一阵好冇？好啦，好快，真系好快，好啦。好啦，嗱，我喺栏杆嗰度等你咧，因为呢度好多人啊。知道，唔讲啦，我嚟紧啦，拜拜。OK，拜拜。唉，呢个小仪啊。 又叫我呢度等，呢度周围都系人。蔡一杰，蔡一杰，做咩事啊？咦？点解我喺度嘅？蔡一杰喺度啊！好有型啊！ 好 surprise 啊！好啦，各位街坊，东京嘅朋友，你哋好。你要讲日文嘅喎。我而家先讲喺我身边呢个系我香港嘅朋友蔡一杰。耶！嗱，呢个就系我嘅喺10月嘅时候会喺香港做嘅演唱会啦。哇，我冇谂过喺东京呢个涉谷区会有我一个咁大嘅海报周围游走啦。 快啲睇下先啊！呢一次啊，小儀咧俾我一個好大嘅驚喜啦！咁我自己都冇諗過自己嘅咁大型嘅海報咧，會喺涉谷區度呢個最重要嘅交匯點出現嘅。啊，呢個人啊，唔怪之佢走咗咁耐啦～
靜雞雞食雞批啊喺度啊！好啊，我會加油嘅，我唔會令到佢失望嘅今次，因為佢都咁支持我，整咗一個咁大嘅海報，同我遊走呢一個東京，所以我會繼續努力。十月份演唱會見。除了我，還有